kiss the sky no more. Now I know back to go. How you show spread the sunshine over me. 第一天抽钥匙的画面其实对我来说是历历在目，可是却是13天前的事情。整理行李的时候，就觉得一点点低迷的情绪这样，然后到我抱着我的植物，我当下心情就开始有点沉重。抓最后一个大海鸟！不要！啊啊！别走！喂，你可以再去海边吗？会下去吗？再去。不是，太累了吧？他联系我们，然后来帮他完成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那也好，我来帮忙兄弟这样子。没事，手作，对。为什么今天要煮炒饭呢？因为我们春哥非常非常喜欢吃炒饭。可以这么粗鲁？怎么可能？他翻得过去啊？感觉有点像学校，是学校，什么国中？那读这也太爽了吧！斗剑，没有那么小力。你跳上去骑马打的？我靠，真的很难走哎！什么东西？正式分开了，因为待会回去就是差不多行李拿了，就要走。真的假的？是哦。干嘛？干嘛互相看着大家？记住你们的脸啊！你离开这里就会忘记了是吗？没有，我的记忆力比较不好。这是春哥找的是吗？哇塞，春哥都有把我们就是讲每个人的一个小消息。可以不用帅吗？真的，你太帅了吧！会把妹了。我跟你讲，我们晚上聊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就会做到。其实靖伦想要做的事情，我也会帮他做到；小杰想要做，我也会帮他做到。就所有人的事情，我都会帮忙做到。对，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做到，你会帮我做到。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蛮特别的，那感觉真的蛮特别，而且不知道，就是到后面在收行李的时候，其实我是不太想收，就是想把它丢在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去，又是要回家，好麻烦的。真的，我也是说那个折衣服折到一半，
又是要分开的感觉，那种感觉超不好。说长也不长，说短好像也没有到很短。真的要离开了吗？不行不行，怎么又想哭了？有点感伤。那我就想说，就先放着看，把东西放着看，去楼上看你们在做什么，等再跟你们聊一聊。有吗？我怎么没看到你进来？有啊，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在那里帮春哥整理他的行李，对，所以他很早就整理好。对。让他们帮我折，大家都一起帮他在折衣服，然后我们自己就来不及了。你穿上这一套制服，是不是其实你心里蛮有感觉的？对啊，因为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这样的制服，然后今天就很特别，是穿制服，然后真的很像一群人下课出来玩的感觉。不是，我们是翘课。翘课吗？这时间对，好像还没。我刚刚那时间应该算是翘课。我们是一群不良分子。顺便也让你感受一下翘课。对，但我好像蛮肉蛮常翘课。哦，你蛮肉蛮常翘课？没有啦，可是我今天也超级开心，因为我国中高中的时候都念女校，然后今天第一次有一种那种男女合班的感觉，男同学的感觉。对，就觉得有恋爱的感觉。男同学没有，没有恋爱的感觉。我的那个男同学都太调皮了。那我跟你讲，你有看我在看谁吗？其实如果真的在男女合校的话，你就是那种拉尾针内衣内裤的那种，然后绑人家马尾。脱女生内衣内裤？什么？谁会脱女生内衣内裤啊？我说拉。可是因为我高中也是男校，所以我其实也算是没有特别经历到这段。嗯，国中可能也算有一点点，但国中比较保守。难怪你今天一直欺负我们，因为你高中都没欺负到女生。真的，可能是我心里一块遗憾。有，有，好，帮我补习的，谢谢。车上一直吓人，没有人敢睡觉。真的，我都怀疑你是坐到电椅。啊！好了，兔子，我打过，他像不像类似？听见了。哎呦！那我很开心耶，因为我其实国高中虽然有穿制服，但我们学校很严格，所以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时间穿制服在外面过。真的。然后我就有一种真的很像翘课的感觉，可以跟朋友一起出来玩，觉得好兴奋。静儿，你是男女合校？国高中都是，那国小、国中、高中都是。我的感受是比较像跟他一样坐时光机回到高中那种感觉，然后男女合校一起出去玩这样子，就是很欢乐。很棒的感觉，老大，你看起来真的好像一个学生。我吗？对啊，他就是乖学生。我就没有这样出去过啊。谢谢。对我来说，那个学校的时光对我特别的模糊，我实在记不太清楚。我只记得我一直在打球，打球。嗯。那进入是读什么？蛮甜的。丽人。丽人。丽人，台中的。对。以前那个。小杰。各位，那个小乐，听好了、哦，我要讲我高中读哪里哦。好，我是台南一中的。哇！哎，这个脸太骄傲了吧，这个脸。就是分数差一点。没有啦，真的，台南一中很强，一中很强。是，但是我是进修部夜间的，读夜间。台南一中有进修部啊？有进修部。是哦。有。读一间而已啊。读一间，一间什么意思？高中读三间，厉害，厉害才是大哥。高中读七年，哇，真的还假的？我读到25岁，哇，医学院都要毕业了，这是不好示范了。因为其实我也蛮想要再回去读大学或高中，因为我觉得读书是蛮好玩的。对啊，就跟你们在一起很像，就是在读书一样。可以有那种社区大学吧，可以回去念。不行不行，那都是阿公阿妈。他过过哎。我就是巨校啊，从小读到大的那种。哪一个巨校？就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巨校。我跟你讲，那一间的花园是我阿公盖的。真的假的？真的，他外面花园。你说达人女中对面那个吗？对啊，以前叫那个，以前叫复兴巨校。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有在那边混过。哦，真的，你很适合在那里读。混过。欸，他们那个很强欸，每一个都要会翻来翻去。那不是从小就记忆这种。对啊，就一直在每天都上5点到9点。哇，
早上五点到九点。早上五点。对啊。到晚上九点。对啊，早上五点先起来做，就是上两堂课，然后再吃早餐，再上四堂课，再吃午餐，再上四堂课，再吃晚餐，然后再两堂课。集合睡觉，哇！什么？哇！我觉得这已经有点像军事，对，军事，那太夸张了吧？对啊，哎，你们那时候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也是法禁很严格吗？还是这样？对，都有法禁，都有法禁。我们高中比较严，高中法禁，我好像没有法禁，我完全没有，我也完全没有。哇，随便你染，好好，因为你是后面的，我记得我毕业之后就没法禁。那可以带手机吗？不行，可以带，我都是法禁，不能玩，我们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啊，而且我们可以直接翘课啊？怎么这么好？建中吗？对，他是说老师就是说，基本上你考试你会过的话，随便你。真的假的？哇，对你对你自己的成绩负责啊。你们都学霸，厉害。这可以啃的吗？可以可以，那叫新鲜的，就是你的这一杯就是。哦，真的。还是你可以啃凤梨？可以啃的，好特别。啃凤梨，看看。哎，可以直接这样啃哦，也可以啃，好吃吗？应该没什么肉味的，对，因为都在这里。可以像啃凤梨，啃凤梨，我第一次看到。苹果派很香耶！老板娘在整我，苹果派很香。算了。外面的人怎么样？然后过了这十四天，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讲？所有做所有事情，你都可以先放松，然后想过再去做，然后专心的做每一件事，因为只要专心，就可以把它慢慢的做好。这十四天呢，对自己说就是，其实我没有很孤单，然后我是有很多人陪着我的，然后就是还是保持自己喜欢自己的样子，然后好好的对别人，好好的对事情，这样，我是告诉自己，经过这十四天，感受是，我是要提醒自己要多勇于尝试，勇敢一点。就是像跟你们陪你们一起去完成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也从这些事情里面得到好多，不管是感动也好，甚至是有些是警惕自己学习都有。那很多事情搞不好是我原本不会去尝试的，可是这样下来这么多事件，我觉得也告诉我说，永远不要去设限任何东西，去尝试一下。甚至有时候这件事情搞不好不是你当下喜欢的，但是有时候做一些你不一定其实本来是你喜欢的事情，也会有很多收获。我想要跟自己说，就是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就钱是万的，就会一直想拼命的赚钱干嘛。后来其实就这十四天给我一个体悟是，我觉得朋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然后还有家人。我觉得反倒是跟大家在一起，我会得到我心里面很珍贵的宝藏。对，就是跟你们这些人一起完成的事情，就是在我心里面会变成我的宝藏，然后。可能脾气会，最近其实脾气也开始慢慢好了，就是因为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细心，然后那个感觉都跟我好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被感染，就我脾气开始慢慢的好像会就是 calm down 一点，然后就是看到靳伦在埋头苦干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他都做了，为什么不做？然后像小杰，他也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春哥没事，你先去旁边，我来。”你知道那一句话对我来讲，我好像被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快乐。我应该是最想要就是谢谢自己愿意，就是在这个节目完全的敞开心房，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可以就是交到，才可以认识大家，然后变成就是一家人，然后。以后不管做任何事情，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埋在心里，不想要跟大家说。但是因为认识你们之后，就是什么都不怕了。要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有你们在。然后你们一直让我纠缠哦。没问题，绝对。我应该就是知足吧，亲身经历去体验之后才会知道，原来，我们。比大家幸福的很多，
因为前阵子其实我内心是比较困扰的，没有想过这十四天我可以这么投入，因为我还有家还有小孩，就是我没有想过我可能我要来之前就觉得可能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小孩两次三次四次这样，然后来到这边好像我很投入在这个生活，对，你很放松，我很放松，这十天是我最怎么讲疗愈的一段时间，对，最近最开心，最不会有什么不好的思想去的那边，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很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自己，就是这么努力。爱你，你开心我们就开心。心动，居然被要钱了，要钱了。那金伦，你有什么想对自己说？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面对陌生人是比较惊的人，所以经过这几天，我是想说，对自己觉得说，要试着把心墙降下来，因为其实我防备心其实很重。这几天就算是我打开自己最多的次的时候，就是平时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也都不会像这样子有这么多的身脚，不会这么多的感触。然后，所以经过这十天，就是可以认识大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对啊，我就觉得可以再从你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试着让我自己敞开心胸跟大家玩，跟大家欢乐，然后也试着让大家了解我，因为我很孤僻，我真的是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走。可是，就像我在话里面讲的，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或是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孤单。你就会觉得寂寞，可是你又没有人可以打电话讲，那这时候就是没有伴的时候，你就是会像这样，就是我会常去海边去看海去看山，自己也沉浸下来，对啊，所以就是说刚刚讲，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让自己试着让自己融入大家，就比如说看电影就可以试着去揪人，因为我很喜欢自己人看电影，因为以前就会觉得说看电影你要揪人麻烦，他说不定又不看这部戏。可是有时候走散场的时候，你看到隔壁有情侣或是带朋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走在路上是孤单的。对啊，没事。过了十四天以后，我们会陪你看电影。抠爆，交吧，请交。请先把我们加在那个紧急联络人那面。对对，紧急联络人随时。常用联络人。你帮我放自由，你有不好心情的时候你就发文。对啊，你可以放自由啊。我觉得很棒啊，就是我们在 IG 把。我们这七个人就放在自由里面，就随时随地想要讲的时候，至少我会看到。好，我会许愿的。好想喝汤啊！因为有一些人会质疑说，因为像我自己来的时候，会想说，十四天有办法变家人吗？但是，可是真的实际来的时候，投入进去，不用两三天，你就觉得大家的感情很好。其实说真的，一开始来，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说实话，但是。认真的，就是我自己也吓到，我没有想过可以变成这样。画画给一个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像我平时也是比较独立，就是不太开玩笑的人。可是我如果喜欢，就是跟你们在一起，认同这个人，我就会狂开玩笑。他就会变得有点不正经。虽然他的玩笑可能你会 get 不到，但是你慢慢会。我也 get 不到你的玩笑 ，OK 的。屌屌屌！来帮忙啊，快点！不错吧？我等去后面看看。还是你叫美亚出来彩排一下给我看啊？可以这样说。不是，我要先了解节目内容。啊！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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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十四天下来啊，我其实最想要就跟我爸妈，就是讲说你们辛苦了，就把我养那么大，对，然后以前也是，该带给他们困扰，也就是都给了啦，对，然后后来其实到现在就也做音乐做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就是有到一个位置的时候。后来发现，其实我还是像小朋友一样，就是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去扫地，然后我就会想，突然想到我妈妈，然后跟你去那个植物园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爸爸。回去我想说就帮他想一下，说，哎，不要再做传统的花艺，我们可以做点新的，就一起做。对，我反倒会觉得那种家人感更深。嗯，对，就是谢谢你们，就是让我又可以跟父母说点什么。对，因为以前我是从来不说的。我妈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你那么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是他的乖儿子，我会隐藏，但是他也很开心，就我自己会想，嗯，然后就变现在这样。对，所以我想跟我父母，就是我爱他们。我应该也是我父母，还有我姐姐，就是我的家人。当然，我们已经很好了，本来就很亲密。可是我自己也会觉得，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没有真的这么用心花时间再跟他们相处。我们花14天就可以变这样，那跟他们呢？如果我愿意再多努力一点，我们好可以更好嘛。而且自己现在今年30岁，我这一两年开始感受到我爸妈年纪真的大了，常常嘴巴讲着哦，我跟家人很好，我跟家人，我家人是最重要的，但有时候又其实晚上的时候，尤其经过这一次，我有时候都在想，然后反省一下，就是我这样嘴巴讲讲，我到底真的花多少时间陪伴他们？不要说陪伴，相处就好。我们其实也是相处而已。可是这样好好相处，我们的感情就可以这么深刻。所以我觉得陪伴跟相处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应该要能做得到的才对。这是我回去我也想要跟他们说，这次我的体验跟我多了6个好朋友。我很想分享给他们，然后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说，我其实很想要再多花更多时间陪伴你。可当你去跟他讲的时候，我觉得跨出这一步会不一样。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回家跟我爸妈还有哥我妹一家人一起吃一个晚餐，想要有围炉的感觉，然后想要大家自己做菜。因为我想到我们全家一起做菜的时间，上一次应该就是小时候了吧？对，然后就没有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道晚餐。那我觉得在晚餐的时候就可以分享我来这14天的过程，跟我自己发现我自己的状况跟我的改变，还有大家的优缺点，我都想要好好的来跟他们分享。过了这几天后，就是我要更珍惜，然后我想要很长的揪他们出来走走，因为他们也真的年纪大了。我也好久没有带我家人、我爸爸妈妈去旅游了，好像该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然后可能1-2天我就够，我觉得至少要来5天。对，我们等疫情过，应该大家会做这件事情。对，真的。然后家人就是无缘故，不是无缘故，无怨无悔，无怨无悔，叫家人呗。对，无对，没错，没错，建中的、一中的来了，就家人呗。你们不懂这意思啊？你一中的拍谁拍谁？我很低潮的时候支持我，然后我应该要给他们一个。应该要更明确的表达，我对他们大概是很多很多的。对，我应该也是家人吧，因为家庭对我来说不是不好，而是从小到大的过程中那个感触，我只停留在记忆，只停留在小时候，因为国中、高中就只在升学，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国高中之后，我跟家庭其实不会说到亲。但就是这也就造成我去现在这种个性，可是心里都会把家放第一，但是不会说出来。我不是那，就是不是会那种会把这种话说出来。所以我其实一直很羡慕可以跟家人把家人当朋友一般的那种相处模式，因为现在是我很向往的一种方式。对啊，所以经过这10天之后，我在想是有没有机会回去之后。我可以试着跟他们，因为其实我感受到我爸他在跟我的相处的模式上有改变，他试着自己，尤其是升大学之后，他就变得比较没有那么一板一眼，他其实试着想要融入，想要就是跟我玩一些有的没有的，
其实我其实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次回去之后，能不能试着像用这样的方式跟我家人相处看看？你这一趟回去应该会很棒，我觉得你会改变，而且他们一定会感受到你的爱。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的话，我们这些人可以去串门子，我们陪你去啊，我们陪你去，陪你回家，跟你爸聊天，对，我们陪你跨出第一步。好，不错吧？可以。我应该就是回去会先抱妈一下，然后跟她说对不起，这14天完全没有跟她联络。哎，我也是，我也是，我有打给我妈，我有打给我妈，我有打给她问她怎么做菜。我打给她跟她讲说你那个地扫得蛮好的。就她传简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因为你觉得家人。就是不管做什么，他就是不愿无为。对，你就是有点过于觉得这个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会不小心对他脾气差，然后不耐烦。但是经过这14天，就是跟你们相处，然后我们做了很多事，然后就会让我想说，为什么我都可以就是跟你们这样子，就是态度很好，然后跟你们做什么事都很快乐，然后想起就是妈妈常常跟我说，她很想要跟我做饭，然后问我说。什么时候有空陪他做饭？但是我明明就有空，我就是一直不会想要去抓这个时间去陪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跟你们又可以跟你们很快乐的一起做这件事，所以一回去，我就会立刻找他一起做菜，然后。一起盖，一起不回去陪他做菜，然后一起盖，不是一起聊，一起盖狗屋，盖狗屋，然后约他一起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带他一起来，就是参与我们的那个，没问题啊，当然好啊，他真的是就是跟我像姐妹一样，对，然后我会试着一起回想我对他的态度，然后改进我对他的态度，然后一直想着我跟你们是怎么相处，然后把我们的相处模式放在他们身上，放在他的身上，然后一直提醒自己要告诉他我爱他。我的话应该是回台中找我们家人吧，因为我上一次应该是1年多前了。就是其实我一直有机会回去找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对家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不敢放太多期望，因为我怕我会很失望，所以我好像一直都会跟他们有一点距离，可能因为小时候的关系，小时候就是会一直表现很爱他们什么的，但是可能就会很伤心，觉得为什么自己的家这么不一样？所以我这次应该是会想要回去家里找他们讲讲话，可能把自己比较害怕的那面跟他们说吧。就是因为不然不说，他们可能也不会懂。然后我们可能就这样一直到他们老了，然后我也老了，然后就是一直都很有距离这样。所以就可能会跟他们表达一下说。辛苦了，但是我心里的想法，从小到大的觉得比较阴影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就看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再更好，这样，嗯，会。小姐，现在的 view 刚好，你看到了。我看到了，你重见光明的时候。对。是我买早餐。我也是，我们刚好。对。就看心情，就是说。心情好。我常看这个教育。控滚麦考，控滚，控滚，嗯。来都在哭出来。好。你很屌。是啊，因为你坚持一个嘛，这会是一个超好的吧？哭什么啦？有什么好哭的？
舒服。我们又怎么哭了？因为是不是舍不得离开我们？舒服，就这么刚好。我在我很难过那段时间，我是全明星系列陪伴你，对不对？全明星陪伴我，然后在我这有一次我快撑不下去，我就找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就带我来到这个地方。对，就是这么刚好。哎呀，然后那时候我因为我那时候很暗，我完全看不到海长怎么样。然后今天就终于看到，然后刚才春哥跟我说，我终于重见光明，对，看出去，让我很晚上的时候晚上，今天我们来全亮的，对，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这样，回想起那一段，就是哇，谢谢自己，辛苦了，谢谢你。替小孩，谢谢你，他们还没长大，好不好？辛苦了，爸爸。辛苦了，爸爸。加油，加油，加油！我们都在，我们都在。如果你加油，哎，你看，我们就这样子一起走过全明星。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讲，我没有拿到冠军，我跟你讲，我要继续当你这三个。什么？好不好？不管好不好？要不要？怎么办？大家都拿不到，换领队吗？我跟你讲，你真的差一个军师。我讲林靖伦他会很愿意帮忙。哦，对啊。我跟你讲，我这里的资源我也可以接。要不然把乔巴换掉，换林靖伦。他可以哦，他可以哦。礼拜天你要过来啊，已经讲好了。对。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个性是在家就是闷闷的，其实不太讲话，可是始终都会把家人放在第一位。就是其实会想默默的觉得说，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赚钱的话，其实是要可以看能不能帮家人买房子，或是他们退休之后生活会过得更好，就是希望。能不能利用我的力量，然后改善他们的一些生活品质？对啊，因为之前情绪还是比较低落、比较糟糕的，就是已经接近人生很崩溃的时候，甚至有想过，该怎么走下去这样。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朋友求救，就是我好像真的有一点跟也很撑不下去了，然后朋友就带我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当时那个状态就是已经整个人就是完全没有思绪，然后坐在椅子上面放空吧，我记得，然后一直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要必须得往前走，因为我有小孩，也很谢谢那一阵子家人给我比较多的时间，但没想到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刚开始到咖啡店的时候就是聊天，聊聊最近这十四天做什么，然后分享大家一些的感触，最后结束我们聊完之后，我转过去往海那边一看，然后再看看四周，我想说这阵子我最崩溃最谷底的时候也是站在这边，然后现在又回到同一个地方，我春哥就跟我说：“因为小姐，你上一次来就是全部都黑，你什么看不到？那这一次你看天空、海，全部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很开阔。你的心应该准备要被打开了，你应该往前看，你不再是这么在谷底黑暗了。”然后。当春哥这么想，我就真的有哭，没有办法停止。看到这个场景，就是你回想到会觉得，哇，自己走过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的。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些事情，很小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或是
我是要离别的事情，像今天，我都会非常的封闭我自己，就一点点小事就该，就会，就触发到我心底那一层最脆弱的那一层，所以。每个人在分享自己故事的时候，我都很有感触。不管是我将来会面临到的，或是我现在会面临到的，或是过往，对，那我也是最近也是一直这十天一直就是听那本故事，其实自己很想哭，但是我知道我不可以。那不然好像我真的变得很爱哭，对。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好好大哭一场，因为我决定，我好像要走入另外一个方向。在今天过后，有这些家人陪着我，然后刚好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我大步向前走，我好，完全是有他们的陪伴，我真的很放心。然后虽然很难过今天，但是哭完之后，心中的那一块很硬的那一块石头也。也丢掉了。呜！屌屌屌！快来帮忙啊，快点！哇塞！哎，而且你用的是美国队长联名款。你该不会今天还要请美国队长来吧？我请辣妹来。你请几个辣妹？刚刚在这边弄很久，你知道吗？啊，节目的人都不帮忙，啊，然后我全部都要自己来，包括铺这个餐巾，不是太累了吧？好感动啊！怎么这么感动啊？小春，如果你现在在看电视的话，我希望今年我生日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弄，好吗？不对，我今年生日过完了，是你秀的。我刚刚在那边车超久的、啊。这个花也是你修上去的。对啊。然后那个碗筷刚刚烧出来了。几个人啊？十个。九个而已吧。哦，对，加我们两个。不一定。不一定。你要上去跳。对。不要乱说话。这实际节目有可能要上去。有可能。看状况。好哦。不错吧？我带你去后面看看。还是你叫美亚出来彩排一下给我看啦、啊。可以这样子吗？不是，我要先了解节目内容。不是了解一下，哎，你讲没有错，我没有去，我没有审核，我搞演出的，对啊，我没有审核这件事，我自己搞演出，我不知道他刚才那边补妆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了，真的，我不好意思看他，小心走，对我今天下午的时候的确差点摔倒，累残就叫 Uber E， 喷掉就叫 Uber E， 你知道是什么鱼吗？大头鲢，师傅跟我讲的，还是大木鲢，他说今天帮我准备了很多这个宜兰在地的这个。食物，比如说你最喜欢吃的鸭肠，你喜欢吃这个酱油感，这我切的，嗯，有切好，有切好吗？是一片，嗯，马上四个多，你要吃什么？喜欢都能吃，你知道吗？哎、欸，这个，你用这个，这是你痛风的、啊，不是啦，这个我刚刚下午的时候在旁边那个水沟那边捞的，很好，哇，这。可能会把它吃完，你可以直接拔筷子吗？可以直接，不是啊，你这样子不够白，没关系，我可以躲起来，让他们自己去瞧。好，这样才有十斤就有感觉。那你躲多一下，一起吧。所以我们坐下，我们就一直摸。啊，我刚刚那个蓝色房子是你要躲的地方，是吧？学生呢，哈，背个包包出去这样。对啊，然后拿来这些，蛮好的。
哇塞，怎么有一台超大的车？哎、欸，是小猪的录音车吗？哎、欸，真的、欸、什么？哇塞，不是吧？是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舞台表演？啊？哎、欸，今天钢管吗？板凳、喔，板凳、欸，为什么、啊？真的假的？这是干嘛？什么意思？这是干嘛？春哥，你有准备啊？哎、欸，春哥，哎、欸，你要表演是不是？不要觉得什么都是我，好不好？哇靠，这是认真一个舞台哎、欸！哇靠，真是！哇，我第一次看到、欸。好暗啊！不是不是，现在太扯了吧？哎、欸，停电了。那就要在这里道别了吗？春哥，如果谢谢。我们一起拜个好。我真的说不出什么话，太可怕了。真的，我也不想说再见。你喜欢离别吗？讨厌最讨厌。那我送给大家一句话：离别是新的开始。天哪，我舍不得他走。阿丽，阿丽，阿丽，我们会回来的。拜拜，拜拜，拜拜，阿丽。干嘛？这是干嘛？春哥，你有准备啊？哎、欸，春哥，哎、欸，你要表演是不是？不要觉得什么都是我，好不好？哇靠，这是认真一个舞台哎！哇靠，真是！哇，我第一次看到、欸。好暗啊！不是不是，现在太扯了吧？哎、欸，停电了！哦，这是干嘛？这是怎么了？什么情况？情况？我们是不是被整了？不是啊，这个是干嘛？什么？哇！哇塞！哇塞！去啦去啦！去啦！快点干嘛？哎！哇塞！哇，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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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哎，没有没有没有，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姓伦的吧？对，肯定是我的，是他的吧？你先，我这边叫过的，你。啊，等一下，好的。你干嘛？你傻笑？不是，你傻笑是不是？傻笑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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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笑是不是？傻笑了。哇！哇！你只有电视上看过了。坐坐坐坐。啊？直接坐吗？坐坐。什么意思？坐坐。就那个，有你们做了。看傻了，看傻了，看傻了，看傻了。这有分吗？看傻掉了。多两个是谁？哇，多两个。说真的吗？你要来一起是吗？应该是哦，应该是哦。还有一个老大旁边，老大你去那边。来，我来，我来，我坐那边，可以吧？可以可以。是老大要跟他？不是，是静伦吧？怎么是我？我要五十五。哇！我要五十五。这个是没有没有没有，坐小杰腿上就好了。从来在我这边。我准备给大家一个小礼物，然后这是你的现场。哇塞！然后一整个，然后大家分下去。哇！小小的心意，需要帮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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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恭喜你！当下他们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两个时候就没想到，顽童合体啦！我没有看过顽童三个人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所以看到的时候觉得哇，
开心。因为其实我很常听顽童歌，只是真的没想到会有一天可以跟其中一个团员一起工作。那这次又是他们三个团员，我就觉得哇，好特别哦，就是居然可以看跟他们三个坐在同一桌聊天这样子。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又穿着那个高中制服，真的很像回到小时候。然后你又看着你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人生是没白活啊！对，你们是红包这样，谢谢。不会，没人听到，没人听到。喂，哎，有麦就会听到。哎，可以吃啊，可以吃啊。这是下午我们来准备的。哇，你怎么知道我们想要四个？你跟他们讲的说。对，因为我请瘦子帮我。你没有去看？没有没有，他托梦给我。我们中间真的没有联络，真的。对啊，真的没有联络。对。哇。这个是手做的。然后就是他那个字，你的比较特别。我特别帮你做，就是敲歪一点。故意的，它字比较不平，现在它就是比较像是玩具反斗城的字体的感觉。歪一点 OK 的，剩下又人性。那是手敲出来的，真的字是手敲，真的是歪的，够歪吧？它上面写，奇怪，这要怎么打开？哎，真的，它是这样，波浪，那上面这个可以。哇！有问我换椅子，不是，不是。哎，怎么样？来喽！啊，吃饭，各位，对，别冷了，因为寿司。我今天一整天就等这一餐。有饿有饿，我知道，我饿。我要炒饭。对啊，所以你们看到我先爬炒饭。这炒饭是我为你炒，我你炒吗？对。我们春哥非常非常喜欢吃炒饭。这是阿炒，出来这是我炒。红萝卜，红萝卜也是阿种的。红萝卜是我种的。然后这个是我刚刚去那边抓的，那边有点河，那边是水沟。哦，水沟，水沟。那边我们都巡过了，没有没东西吃。你们刚刚都在干嘛？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嗯。然后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要达成，嗯，就是果果的愿望，因为他从以前到现在没有穿过制服上课，很酷，没读过书，没有，我有读书，那为什么没穿制服？因为我是那种练特技的，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是穿运动服，所以他从来没穿过制服，所以我们就去海边，就是对，他就帮我们准备了一人一条制服，像学生一样，你知道吗？他秀学号，你没秀，差一点点，所以我现在比较像司机。而且为什么你的领子，这是造型吗？故意的，就跟你高中的时候一样，标新立异。对，哎，你穿起来真的很像你高中的那个样子。听过对，说他高中的故事，真的。现在，就是回到那个高中的时候，不错，蛮有感觉。哎，不是哥，你说你跟一手是高中，不是我跟他是高中，你不是换三所。他是哪一所？我留级，然后又再跟他同。他是我上一届，所以他大我一岁嘛。Oh. 然后我跟他同班，是因为他留级降一级这样子。然后读半年后就去别的地方。所以我才跟你讲，我说我读三所。所以你跟他当半年的同学？没有半年吧，一年啊。一年啊，一个学期啊，哎，上下学期啊。一年啊，一年啊，对吧、啊？我没读过书吗？没有读过啦，我少在那边。我刚刚很久没见。真的？嗯，他都在。这里，这种没有啊，去运动会嘛，然后运动会，然后在这里，对。我们是住在一起这么久过吗？有，嗯，我们之前二十岁的时候，一两年嘛，对，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们有同居过。哎，他在那边有煮玉米浓汤吗？有，哎，他那边煮超多汤的，锅底辣椒鸡汤，什么东西？挂了。我觉得你会煮超多玉米浓汤东西，讲一下讲一下，他煮汤超屌的，认真，真的假的？就是看冰箱有什么食材，就把它全部变成一个汤，超好喝，蔬菜。他为什么都一直讲你好话？你是不是平常恐吓人家？没有，都是恐吓谁？谁？玉米浓汤是他被毁掉了。对，我煮焦了。我人是第一次喝到康宝玉米浓汤还可以烧焦，你也是蛮厉害的。哎，你们吃都是自己煮？几乎也没有，有一半是没有，因为有时候在外面。嗯，第一开始几天都是自己煮，来就跟我们出去玩一样嘛。前一天就大家会自己煮，发现附近很多东西吃之后，开始就吃外面。对对对。
你没有吃炸弹葱油饼吗？啊，你们在那边叫夜市的都没吃到。我没有去夜市。真的假的？我在那边做工。啊，你没有去南邦澳玩吗？真的假的？刚刚去，刚好去啊。刚刚去，因为这是一个实境节目。哎，这是真的。他完全都不。这个桌子啊，我下午的时候自己从那边滚滚滚滚到那边放。他们在拍之前跟我讲说，他们会帮我。没有啊。一开机以后，我一讲话都没人回我。他来的时候，对啊，椅子你要全部到自己对不对？自己那边套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很屌，真的是实况，真的是实况，真的。他来的时候以为在，所以这个也是对，哎，这个也是你去帮别人的，哎，对，哦，对，纯手工啊。还有这个桌巾，你自己讲哦，就不好意思，这个花雕，我刚刚在车，对，在车，对对对对，太有心了嘛，真是。啊哎，你刚刚看的舞也是我排的，那你排的，我钢管是钢。你们一去海边，我就过来，我就在那边跟那个妹妹，我就来五六七八再次这样。哈哈哈你多久没有吃这样板头菜？哇，好看哟，看这样子。这个也太久以前了吧？小时候看的，我们还特别挑这种复古款的，还有更新的，有阿嬷的味道，所以我是说有阿嬷一起看的回忆。阿嬷留下来给他的那个钢管小姐，阿嬷刚跳的就是阿嬷的孙女，阿嬷孙女。发现他会跟我们成为好朋友，对对对，和你们两个很合，刚换衣服的。请问你们同居几年啊？你说我们之间吧？对，一两年。一两年。所以春哥的个性是怎么样？变了，变了。以前是跟现在不一样吗？你们遇到是个好处。没有，因为其实，在台上他是比较话少，他私底下其实就是。是很好相处，然后也是很好聊，可是我发现还是真的有变。关于玉米浓汤，我就吓到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的时候，他真的是只会煮玉米浓汤，他只会煮玉米浓汤，可是他又很爱煮玉米浓汤，所以我们家厨房永远都会有一锅玉米浓汤在那边，随时可以热来喝。对对对，他就是无止境的玉米浓汤，他像玉米浓汤喷泉一样。哎，欸，我升华了，我现在会做各种不同，锅饼辣椒鸡汤。其实我很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本人了啦，我觉得他变蛮多的，我觉得。然后我一到刚刚大家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他本来就很好，对。然后我没有想到他对其他也是这么好，因为一坐下来，每个人都是在赞美他，然后说他很棒，这样说他怎样怎样。我觉得哇，对我这个兄弟真的是变了，然后。我相信大家可以因为这个节目可以认识更多的小纯。你们三个吵过架吗？很严重的那个。很吵啊！你们乱讲。不吵，但是觉得我们超冷酷的。没有吵啦。哦，好，不吵。真的没有吵，不要吵好不好？他叫我不要吵，不要吵。不会真的吵啦，没有真的吵。对，就是可能有一些想法不一样，可是我们都还蛮好巧的，就大家讲一讲就没事。对，因为其实我们蛮喜欢浪的，对，我们就是像恐龙一样，就是浪你浪你浪你这样子，对。就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肯讲说，哎，你就浪我这一次，原则上99%他的都会可以，他都对方一定都会觉得好，你说我就对。都还蛮就直接来这样顺畅啊，这个团体顺畅。哇，那真的很兄弟。对啊，而且认识那么久，一起长大，几年了？36年了吧？36年了，没有那么久。我今年出生隔壁棚的，我今年54，我今年54。我今天有听到你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可能就很做人矮油。没有，他好几次都。那个快要爆炸，对啊，像是那个收狗的那个，对，你不是很受不了我爸狗？对啊，你怎么敢去做这个事？因为他们都进去了，感动。因为我们都愿意挑战自己，而且我们都陪在彼此身边。其实后来他都在门口。但是他进去笼子里了，会的。春哥是躲在我后面这样，跟着走，很可怕，全部都大狗哎。感觉出来，春哥跟他们做了很多第一次的事情。虽然我跟小春很熟，但是因为可能太熟的关系，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可能不会一起去做。例如说，像他们说他怕狗，但是他为了其他人一起去帮狗打扫啊什么这些事情。
对啊，因为我们太熟，我知道他怕狗，所以我不会约他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们羡慕其他六个人的，蛮嫉妒的，因为他对他们真的是比较温柔一点，对，就是可能不好意思吧。可是我觉得，毕竟他本来就是一个他本来就是好人啊，他本来就是好人，只是他比较酷一点。我们相处那么久啊，就是应该十几年二十十几年，然后你有跟他们说你的心里话吗？彼此的心里话。其实我在来之前都有跟他们聊过天了。嗯嗯，那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说什么心里话？我在这个时候，我在这时候，我觉得酒拿出来吧。等一下整个气氛就要突然这么的，需要喝点酒。我先讲对瘦子啊，我们原本是在最好的时候，就是选择单飞的。我讲真，我不理解。我其实当时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还不错的时候，就是那张专辑就爆掉了。还不错的时候，然后就选择单飞这样。然后后来就是过了两年以后，其实我中间有一度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发了那张 EP， 就是我有点在乱做。然后后来就是看大家都把它做完了，做好以后，后来我就真的深思熟虑的想了一下。其实我觉得单飞就是有点像在练功啊，对。然后我觉得我兄弟想要做什么，我都会全力支持。然后他现在这个样子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感到骄傲。我讲的，就像大勇我们那时候讲的一样，就是他其实也就代表着我，然后也代表着大元在。可能有一些人问我说，就是瘦子那个入围，你有没有觉得替他开心什么？其实我都没说，其实我都放在心里很久。其实讲真的，就是我很感到骄傲，至少他能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是代表着顽童。这个不用说了，对对啊，这种话不讲我也知道。我这样讲，我觉得就是单飞就是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自己做自己的东西，但我觉得有一个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在做一些你在团体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机会尝试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做这些节目也好，你做你新的自己的音乐，然后你要自己去面对舞台，相对这也是我现在在面对的东西。这对我们三个人来讲，包括大元现在他在做 YouTube 的东西，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有机会，如果我们是顽童的状态，永远没有办法机会去尝试的东西。那事实也证明，你看你在做这些事情，你的确发现了更多你自己原本觉得你没有想到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包括我自己也觉得，我常常也觉得，哎，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对吧？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尝试跟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些能量都是我们需要的，对吧？而且不管怎样，就是这个团它有人都在那里，对吧？随时要回来，我们随时想要，哎，今天想要弄点什么东西，或是厂商的价钱够高，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对啊，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就像你们在做的事情一样，挑战自己，做一些你们平常没有机会做到的事啊。其实一开始当单飞，我觉得我是害怕，因为我已经很习惯就是团体生活。他是一个非常习惯团体生活的人，他从小球队啊，一直到最后做音乐什么，我都是一直团体，所以其实他只要有团体存在在里面，他就会很自在。嗯，对，所以像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对他来讲，他是舒服的，对吧？嗯，其实我在乎的是，就是我在乎我兄弟在不在乎我，对，我觉得他们很在乎我。我在这边就是陪着大家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把这两个人就介绍给大家认识，因为这两个人是在我生命中其实算是蛮重要的人，对，因为我们苦也一起苦，我们开心也一起开心，我们玩乐也一起玩乐。阿渊其实是我一直最担心的，因为他其实写歌最慢，然后后来其实过了这一整年，他真的把那张专辑写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蛮开心的，而且是不是感觉？他自己内心的想说的话，他都有呈现在那里。对，虽然有时候听不太懂，
我觉得他这张蛮屌的。对，就是他很内心的东西，他也就是自己挖掘出来，然后去放给大家听嘛。嗯，其实我在乎就是你在乎我而已。没有，我没有搞笑，真的。我在乎你啊，我知道。他很常会就是偷偷私讯我。哎呀，你们就是这样子，你们这节目就是要把场面弄成这样子。真的，没有这几天来，14天以来应该虐不少人的心吧。所以你们这14天节目组对待你们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吗？我觉得这是观众比较想知道的吧，对不对？一个一个来讲。没有，其实你先讲，节目组对你怎样？委屈，没有，最后一天没唱，讲出来呀、啊。谢谢大家的一路上的喜欢支持。那希望我们每个人现在虽然各自分离，然后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工作，也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支持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我们有缘再见了。其实很开心，就是跟这6个人相处14天，然后而且群组到现在都没有解散，而且每天都很吵。对，你就可想而知，其实我们这7个人在彼此的生活里面其实已经有占据了一大部分。不知道观众你们看完这全部下来你们的感受如何？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因为其实我也都有跟着你们看每一集嘛。虽然有的时候整个节目下来可能就是比较温馨，也许跟一些别的实境秀比起来不是说太狗血或什么的，可是至少我们是最真实的。那也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节目。所以你们这14天，节目组对待你们什么就是不好的地方吗？我觉得这是观众比较想知道的吧，对不对？一个一个来讲。没有，其实你先讲，节目组对你怎样？委屈，没有，最后一天没唱，讲出来呀、啊。不是啊，其实共鸣加共，等一下，你先听，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没有脚本的节目，所以所有事情是从我们这7个人衍生的。嗯，对，你懂吗？不过我看到你写书法，我们没有制作单位不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是我们每天都要自己想自己要干嘛。什么意思？那你们去做，比如说前天讨论狗狗的事情啊，什么那个都是你们。那比如说就是大元一直想做的事情，嗯，我一直想做，但是我又没有勇气自己去做这件事，嗯，所以他们就陪我一起，我们就陪伴。哦，像我就是因为我在跟他们去跑步的时候，因为这边乡下旁边都是菜园跟一些果园，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就想到就是以前小时候可以跟他一起种菜，然后会做很多客家的腌菜。然后就请大家就是陪我一起把我阿公的味道给找回来。你们腌菜？腌菜，有这个？要不要吃吃看？哎，现在这个我还没吃到，拿出来，还没吃到。哇，它一直放在那里。好，我去拿。最后一天了，对，刚好。等一下，去拿。该不会就在烤箱上面那个吧？哎，对，你们知道？对，就是那个，你有偷吃啊？那个配便当没有啦，我想说这是哪里卖的，我是说要买一罐回去。去腌呐。哦。哎，安诺。然后我都自己一直在吃东西、喝东西，很不好意思。干杯啊！用干杯。哇，可以吗？这个好吃，不是甘蔗太多糖了。好一点，我觉得这个蛮好吃。它这个一点点咸，对，因为它是配粥配饭吃的。不是我们吃超咸，这不是我们吃的那种臭咸，我觉得不是他做的咸。什么意思？你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臭咸，真的，对不对？好吃耶。对啊，好吃耶。不太一样，就是不是没有梅子的味道、啊。嗯，小猪腌的萝卜，小猪腌的，好吃。哎，静伦，吃一下吧。你吃一口看看。为了他，静伦，吃一口吧。你不敢吃这个，好不好？为什么？挑食讨厌。他是最这辈子最讨厌的菜就是菜豆。真的假的？你是说菜脯还是萝卜？对，菜脯。所以它是萝卜的时候你还可以吃。对，那其实它吃起来也还像萝卜，还像。对，它腌不起来。它腌的没有点像腥。对，我到这边就闻到它的味道。它是萝卜，你吃一口啦。是啊。你咬一小点就好。这样试试看。你这辈子可能就只能这一次了。咸但好吃。我跟你讲，他吃了就在乎你。我跟你讲，他们两个常在家里吵架。小猪跟静儿。为什么？彼此不是，其实就像喝乌梅汁的感觉吧。你仔细想一想，是乌梅汁吧？哇，好像哎，真的不错，可以，真的好吃。你不要去闻那味道，我觉得你应该是怕那个，因为以前是小幼稚园的时候，
然后我就闻，我吃到那个味道我不喜欢嘛。然后那个老师逼我把菜不能吃完。哎，最后你们都是同个故事啊，你们。他也是，他不敢吃那个东西。他也是，他有个东西不敢吃。都是小时候老师害的。都是幼稚园那个老师。就逼我吃。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去找出幼稚园老师。对。对，就像那个普学亮那个，对，寻人的那个，对。就跟我第一天吃的味道又不一样。第一天比较咸。哎，林静蕾，他把它吃完嘞，他把它很快吃完。感动感动，谢谢。哇，其实这一次来，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里面，应该十件有七件都是我第一次做的。对，你看我们自己做狗屋，那也是我第一次。对，帮狗狗做志工。然后泛舟，我也没敢抽。你没有去泛舟？我没有去泛舟。欸，他们去的泛舟是我很想去，就是宜兰那个地方，超好玩，真的超好玩，还翻船。翻船，然后也没有，就有个饶舌歌手飞到我身上。飞出去，对，那蛮酷的。跟杰哥也是去做陪小孩教桌球，公路桌球，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次也是说我们这样一起做了那么多事情，然后因为疫情已经很久，也不说很久，两三个月，这样关那么久，重新出来就觉得哇，其实这样真的很幸福，然后一直，我觉得也提醒自己要勇于去尝试各种事情，像春哥也是来，可能以前都在舞台上，但他现在来了运动会，来这边，我觉得应该也是很多人没有想过他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相信他收获也。但事实上，如果你们没有来参加这个节目的话，你应该一辈子也不会有个理由让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对，就是没必要。对，一方面没必要，对，很容易推脱。我觉得。对啊，来来，你就是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就是不去做这样子，对吧？就要参加第二季哦。我要做的事情，可能经费有点高。没有，我自己分享一下。哇，可能怕讲这个有点长。就我自己是蛮想要。就是背包客，就可能花一年或两年的时间，然后就是真的就是背包客，然后去，我希望去一些就是比较不是这么旅游开发的国家，就想要去巴基斯坦啊、中东国家、南美这样。可是因为我现在永远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做，因为第一个我不可能离开一年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第一个我有我的工作，再来是我有自己的公司，我有员工。就是这些东西是责任，你没有办法走的，对，所以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不做，有一天我真的是稳定下来了，可以退休了时候，我可能五六十岁的时候，我做这件事情又会很累，你又没有办法真的去完成到你现在这个状态能够完成的事情。也许你到这边你想要爬一个很难的山，但是等到你那个时候有时间来做的时候，你爬不了那个山了，你只能坐着游览车跟大家经过这个山拍拍照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就是很可惜。所以像我身边朋友常常跟我讲，我想要做什么什么，我都会跟他说，你下去做真的，对吧？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是让你停下来的，对吧？因为在你没有任何包袱，你没有任何责任一定要负，或是你有家室小孩的状态底下，就是。你现在不做，你以后真的能够做的机会更少。真的。那你有想要来全明星运动会吗？我觉得现在是在招募，其实是要招人吗？其实，你就说出来你是运动白痴吧？两队，对的，那个真的不是我能够胜任的东西，就是那种真的，对竞赛型的运动，对，就他真的以前他打篮球，可是后来就不打了。看起来很猛哎。我没有，我运动超逊的，是除非你们一直比赛跳绳，我拉可以吧？我想，因为其实我从小，我从小就是到大，我从来没有真心的爱过运动。对，我接触任何运动，就是纯粹只是想让女生看我而已。我小时候练篮球，我只练运球。对，我就是哦，真的很厉害，还可以吧？然后我带你去买西瓜汁，然后我们就好帅哦，会跟着走。你流得满身汗，这样子女生都不想抱你。对你得了100分，我已经喝完两杯西瓜汁了。对，所以我哇，对，我小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你就是想泡妞嘛，所以心态这样，所以我真的也没有真的好好的就是参与运动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不是很 into it， 对吧？那大哥要来吗？什么？你要来吗？七天后吧，都要有生命安全。七天后我就回家载我载车的，回家了。没想到他摔一个跤，那等于是你背着
都好几磅的那个棒片也摔到的感觉。我还是先在家里玩那个好。哎，他游泳很厉害，真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对，景美溪水鬼本人在吃。对，只要景美溪水鬼没有地心引力的地方，都是他的天下。哇塞，说水里面没有没有没有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可是这样讲感觉比较广义。互爆，我觉得。哎，等一下，真的是今天大家就是会回家。对，不会再有一晚。没有。对。哎，等一下结束，你们两个去啊。嗯，对啊，聊到这样，我等下回去美琪啊，我睡这里啊。你们不知道走了，这边有床位了吧？有有有，我等下就这样。很欣赏也很喜欢他们那种真感情跟这么好的情感，你可以很直接的感觉到，那就他们的兄弟情是非常真诚，然后很直接的，有点像是他是春哥的兄弟，然后我们是春哥的家人，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坐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感觉。为什么你头发变这样？我刚去剪头发啊。我需要拿笔跟纸做记录吗？好，我们几个问题先来聊聊。这十四天有没有心里面想到你想做的事情？应该是说这个节目我可以帮你什么？你想让观众看到你什么？嗯嗯。扣掉了这些外面的包装，大家知道的，真正核心的你想做些什么事，让人家认识你什么？我觉得这边很重要。可以知道有哪些人了吗？反正我一直说你们到现场就知道了啦，很有趣啦。哇塞，你这样卖关子这样不对吗？就是要你问号跟那个才可爱啊。我想要好好的休息。啊，我每天一定要喝咖啡，我要自己带咖啡粉去咖啡机去泡，对不对？我每天一定要喝咖啡，至少两杯。哎，老杰，我是不会叫你起床，我是真的会让你这样子睡的哦。就让观众看到一整集你在睡哦。了解，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拜拜，拜拜。耶，你出去了。出门。嗨。Hello。Hello。你好。小杰。终于要见到大家是谁了？哎，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来，哎，怎么是你？春哥，我放这边，哎，好久不见，你待这里啊？春哥一起完成的，然后是近人切的洋葱，谢谢大家，辛苦了。紧张真的会往这边转一下，老师。我人生第一次饭后就可以你吃，对，因为因为。To the Pacific shoreline。 这是小杰教练，我是小杰教练。我被定格了，你有点害怕是不是？对，我怕。哇，好高啊！你有骑过吗？没有。春哥，我的那个招牌就交给你写了。好。春哥，你有过吗？有啊，我完全没玩过。我是有童年的人。你是真的想要打工？对啊，自己就是做一个温室。阿公已经走蛮久的，我希望可以在这过程中找到他。不要加油，加油！
等你带证照回来啊。等一下，这半年都没有打拳击了，借由考教练证这个事情，再重整那个拳击的感觉。平常屁话不会，像表达比较真心的，我表达能力也差，然后想用歌表达给你听。想记录大家生活，彼此在这十四天会有一些什么有趣的互动啊，或者时刻的话讲。这我第一次看到你自己发自己，很感人哦。我想把这些话送给大家。五六七八，还在。杰瑞，我们需要你的身高。我很好骗。再一次。伸长树干了，坐下。至少让别人知道骗他们的家。哦，对，对啊，他们没进来也没差。起床，起床。经纪人还有其他人？我知道，我经纪人对付你。我要的是不是？哇！哇，我好厉害！我也觉得，当兵啊，你是打丢了啦！我啦！哦哦哦！超漂亮的！哇，这种吗？想念大家的吵杂声，想念大家晚上一起聊天，一起聊心事。回到家，我又变成孤单一个人。真的，我原本从小到大是独生女，但是其实妈妈给我很多的爱，我一直觉得我很幸福了。但是经历了这十四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家有另外一个幸福的样貌，家是这么样的热闹，这么样的欢乐。这十四天真的很美好，虽然这个不是一个结束，但是就是舍不得他们。谢谢他们成为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这十四天的回忆会永远放在我心里。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其他这六位室友吧，对，因为是他们带我就是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原来他们心里面有埋藏的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可能都没有被挖掘出来。然后我很开心的是他们真的把我当作自己的一个大哥哥，然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跟他们一起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是很满足的，非常的满足。期待下一次再相聚吧。我当然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陪我走过一段，那这一段虽然短短十四天，但是我们是住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有疗愈到我的心，然后也给我很多想法，然后让我自己的心里可以更开阔一些。我觉得这很重要，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大家都陪着我，然后我想做什么大家也支持着我。对，
就谢谢你们。经过了这14天，大家一起经历了很多事，也成长了很多，也改变了对方很多，那也更认识了自己。我就相信，就是我们重回职场上，我们一定又是变成不一样的人，变成更好的人。一切都很想念，从起床到睡前都会很想念。回台北第一件事哦，就是不断的循环播放我们的 MV。对，因为那个 MV 就是虽然很阳春很普通，但是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很简简单单，然后留着和脏兮兮的，就是刘海很丑也无所谓，但我们大家都很开心的陪在彼此身边的感觉。这14天到比较后期啊，对，不要说后期，我觉得大概到3-5天后，我就已经开始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是一起的，我都好开心，因为好像到现在对我来说，什么事情已经变得不是这么重要了，好像跟他们做才是最值得我回味的地方。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能啊，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来经历看看。就是节目很短，然后我们很幸运的哦，我不知道，谢谢这个缘分啊，谢谢老天爷，对。今天搞不好我们当中换一个人，可能化学效应就不一样，搞不好我们就不会这么合了。所以我很感谢这一切，然后我也很想念他们。我们都透过大量的聊天，然后培养彼此的感情，14天真的可以把彼此当家人。我好像没有不曾这么的对别人敞开心胸。当你愿意把心里面的东西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就代表其实这个人是很在意你的，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那就因为我真的也很在意大家，所以就会想把自己交给他们，对啊。谢谢我所有的这些伙伴们，一起完成彼此的任务，我们会觉得我们以后一定要常见，那。拜拜。这个观察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节目，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应该也是。希望生活中有遇到困难的你们，看观察中可以给你们一些舒压，然后给你们一些温暖，就是让你们知道，其实身边有非常多爱你们的人，那我们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哦。也先很谢谢大家的支持，蛮特别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很开心，也很荣幸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个节目。我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讯息，私讯都是关于我们这7个人的故事，因为我们自己的发生一些小事，让你们去对你们的人生有醒思，或者是更懂得珍惜、感谢、更有爱。然后就是我很谢谢你们。观察中这节目结束之后。你们还是要继续看运动会，因为第3届运动会准备开始，还是可以继续看到大家。然后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好了啦。谢谢。哇！好，还有一盆植物粉。对，好，可以了。可以吗？哇 ！Twice！ 我的天哪！哎，要离开了耶！我们就要在这里道别了吗？
俊哥，如何？谢谢。俊哥是我们的。你比较远，先抱一个。什么意思？你在新竹比较远。啊，我要怎么抱呢？我来，你不动，我们抱你就好了。谢谢你们。就在练习睡觉。那你们一定要去我家。是不是？很红啊，没关系。耶！谢谢你们大家。好。我会吧。我们一起抱一个。好。大家记得。哎，我真的说不出什么话，太可怕了。真的，我也不想说再见。你喜欢离别吗？讨厌最讨厌。但我送给大家一句话：离别是新的开始。好。然后就因为我们在这边待了14天，嗯，其实就从不熟，然后到超级熟，超级好。可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可能之后我们不会再住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应该都会有彼此。对，绝对，没错，对，因为往后我们。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分享。嗯，好，嗯，那个群主要常联络。Okay. 好，没问题。你是说面包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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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耶、yeah, ！等一下，要跟哈利拜拜。哈利，哈利，哈利，我们会再回来看你的。拜拜，谢谢玛丽，谢谢玛丽，玛丽又拍手，谢谢我们的家。耶、yeah, ！天哪，好舍不得哈利哦。哈利，哈利，哈利，我们都要回来的。拜拜，拜拜，拜拜，玛丽，哈利，好，找到。你们车停哪边？那边吗？那边，然后往右边。拜拜，拜拜。拜拜，拜拜，走喽！啊，拜拜，拜拜，拜慢点啊！面包车，拜拜，拜拜，到家传一个讯息哦，讯息一下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路上小心。今天晚上的天空很漂亮。哇塞！我好像都没有好好。小姐，拜啦，拜拜，拜拜。他吓到了、啊，其实晚上这样蛮漂亮的，就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好好花时间看星空。看什么？看星空。还是这边光害太严重看不到？不会啊，看到了。也是蛮多的、哦，如果路灯再少一点，应该会更漂亮。啊，感受。超不喜欢这种感觉。对啊，我很讨厌离别。说再见。嗯。向右转。向右转。迫不及待回家是不是。对对对。哎，手机出卖的。还说好讨厌离别。下一秒向右转。你是不是好讨厌离别，早就先 Google。干嘛呢？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小婊子，向右转。我出不来了。走了，我哦，笑死哎！但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是笑得开心的离开哦，好讨厌那种要哭的，I'd be better off with you.
有了，就是要在节目上看。所以今天是送信来给我吗？对。终于消失已久的信。好，我可以直接看吗？可以。我很期待。耶、yeah, ！然后现在是要来开心，对不对？期待好久，而且我们一直都以为我们离开当下就会一人收到一叠这样，然后结果居然是到今天最后一集播出，所以我们等于是应该是跟你们一起看到信的内容了，好期待！哇，收到了，最后一天写的信，天哪，十个也太久了吧！哎呦，不知道他们会写什么给我。天哪！我那天写的信很恶心耶，我崩溃哦。后来一封一封把它打开来看，到底里面是什么？这里要先跟静雯对不起，因为其实我那天就是写完信，然后虽然很感性，然后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把静雯的名字写错了。哎呦，小乐哦，幼稚鬼！大元跟你其实也认识很久，但也是因为这十四天才真的深入了解你。他字怎么那么乱啊？他有认真在写吗？如此感性，吕安宇。大小乐本人竟然这么笑，竟然！这不会有感情，我刚刚没有时间，就是要入戏。对啊，好热哦！谢谢这缘分，让我们从朋友升成为家人。回家后记得多陪妈咪煮饭。Familia forever， 谢谢小乐。虽然就是我们现在是同公司，但能看到的时间也不足。然后我们虽然认识很久，但真的不是很熟悉，所以。很开心这十四天更加认识了他。第二老大，破音的老大，腔调的老大，温暖的老大，爱笑的老大，不知不觉认识了快一年，从不熟识客到吵吵闹闹，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有哭有笑。哎呦，很不想看呢。这应该是大元。对对对，果然会用色彩的，应该是大元。懂吗？在。你干嘛啦？好奇我写。不是啊。好奇我写。这不是什么？这不是自己的时间吗？我已经在这边等你很久了。我要念出来的。害羞哎，我就是吗？对。第二小乐。我先走了。不准。你自己这边。我老实讲，你突然 show up， 你就要待到。我打老实讲，那时候写你的时候，好像比较有感觉。觉得跟他认识很久了，认识至少有十年的时间，但都没机会好好的了解你。以前是酒肉朋友，是这样子吗？没有没有，我家的我家的。对，我们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认识。对对对，我们是小时候一起玩的时候认识。这是静伦，我猜错。第二个小乐，说真的，当初在拍网红的时候，因为我跟静伦一起拍一部戏。真不知道你是在秋山骗人。我们那时候不是常聊天吗？但这节目认识之后，才发现你人不但很好，而且超级幽默，又非常聪明。果然不愧是建中毕业的公子哥。Peace, love you。还画了一个图，你有假笑吗？第二扑克脸金轮。静是故意写错字啊！我对不起静伦。你哪一个字写错？静伦的静。他静写这个静，这个静。然后第一开头第一行也是这个静。不知道大元姐姐她是不是不知道我的静是那个尊敬的静？不熟的人会觉得你不是一个很好相处，但我们都知道你的细心、你的温暖、你的幽默。奇怪，这么贴心的男人怎么会单身那么久呢？我也好奇哦，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心中的另一半啦。We are family forever， 爱你。这应该是小乐吧？画的是真的。小乐，果然，我真的好假笑主。
假笑猪就是小乐取的，我只能说这是谐音，对，就是我有时候讲话不标准，然后他帮我乱取。好，那我要看这个琛哥的信，加油，让自信占据你的人生吧，琛哥，好暖哦。琛哥是爱我的，网友们不要再误会了，对。谢谢春哥，还有谢谢大家。最经典的呢，总是要留在最后面，谁呢？小猪。哇塞，你看，谢谢你发现我的脆弱，我自己都不敢面对的脆弱。如果没有你一步一步的看穿我，我可能一辈子就是表面的那样。就讲到这边，好像就是因为这个人。其实相处下来的时候，他前面都是很害怕，后面发现其实就一直去跟他说，就是你要把你最原本的样子表现出来的时候，他好像就真的开始有在放开。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上一些节目的时候，你可能要去附和节目，你就没办法做自己。当我知道你很缺少家的感觉，就觉得相当心疼，好想给你一点什么或是拥抱，告诉你还有我们在，你不要担心，我们几个就是你永远的避风港。节目结束了之后啊，有一天我就是家里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是他亲手做的袖珍屋。我的房间就做的跟我观察中的房间一样，有一个摇椅在那边，然后他还找了大家，就是在上面写了一些话，然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我收到的时候就觉得，天哪，这个人也太暖了吧，非常的可爱，谢谢静伦。本节目由艾尔利集团冠名赞助播出。